者曾文荣台北报道，台湾巨星林青霞因笑傲江湖二东方不败，一男一女颠倒众生的飒爽形象，成为当代美女。日前有网友在 PTT 提问，台湾女星谁能超越林青霞，孩子抱爸妈超爱林青霞，差点把她取名为青霞。该篇 PO 文引起乡民热烈讨论，女星一个有拥护者，包括王祖贤、真真、于孝凡到周子瑜等。不过最多人力挺的却是林青霞闺蜜台湾第一美人胡因梦，网友狂赞她高冷空灵气质跨越世代，至今无人能超越，不管放到哪个时代都超正。林青霞资料照，记者吴顺祥摄，胡因梦资料照。